像我对北京这么熟悉哈，我真的离开北京哈，哎呦，我这个有点儿，有的时候心情也不是太好哈。但是北京这个自然条件，这个风沙呀，这个雾霾呀，包括整个中国哈，不仅仅是北京的没有言论自由啊，这个我还是忍受不了哈。我看这两天啊，还有也不多吧，有两位哈，还来骂我来了，做看我的节目，说你能不能不聊客户了？真招人烦，很讨厌，是吧？还有的人说了，你怎么又给这个沈志华的老婆那个谁李丹慧挑错啊？你很讨厌，是吧？其实，是吧？你说我这个，你看，就说比如说做油管，每个人要给自己的油管起个名儿吧。你看我这个名儿实际上是四段儿，是吧？我已经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什么人了，是吧？是吧？脚不丫子蘸白糖怎么讲啊？给我们指教，我还真不懂，是吧？脚不丫子蘸白糖，这要学一个东西啊，是吧？是吧？你看我是吧？我叫什么来着？我叫北京侃爷口述历史，是吧？我没忽悠你们呀，是吧？没忽悠啊，我是北京吧？北京出生，北京长大的，是吧？也算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吧，是吧？然后北京就出侃爷呀。是吧？我应该算侃爷里边的侃爷了吧，对吧？然后我口述，是吧？用我的嘴，用我的唾沫星子，是吧？也用我的这个大脑的智商、我的记忆力、我的阅历、我的经历，是吧？哎，我整个的这个好几十年，对吧？然后我口述历史，是吧？我说的历史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风土人情、家长里短，对吧？哎，国际关系。对吧？少数民族风情，对不对？我全包括了，是吧？老北京，是吧？啊，嗝屁着凉大海棠，脚巴丫子蘸白糖，是吧？我看有一个女的吧，不知道是不是女的，说我叫十三点，是吧？反正十三点是南方人骂人吧，说你这人就是很无聊啊，很二啊，是吧？很扯皮呀、啊，很扯淡呀、啊，是吧？后来我说我已经很给你脸了，是吧？我也不骂你，是吧？你看着不顺眼。那你就走呗，是吧？你看每一个做油管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呀。你看人家大康，你看人家是吧？大康岁数有点大，还不算太大，人家身体健健康康的，硬硬朗朗的，是吧？人家染头发染得倍儿黑，是吧？大康每天人家都很有规律的做节目啊，一天一个多钟头，是吧？感觉像上班一样，像机器一样，是吧？大康人家是工程师啊。是吧？人家是学理工科的呀，是吧？哎，是吧？公子沈，是吧？人家公子沈说了，我们家祖辈儿大清朝六品官，我爸是国民党的警察，他爷是爷。吧？五岳散人，散人是吧？哎，我就是，是吧？散散漫漫，稀稀松松，是吧？哎，吃喝玩乐，哎，是吧？举重若轻，对不对？嗯。高乐高，哎，高乐高就是西班牙的。高乐高是那个什么？高乐高是那个，就是一对儿俩女婿单挑继承老丈人的买卖啊。高乐高的在北京的那个业务员有一个叫马三儿的啊，就类似于。